他，一心成为完美丈夫。夫人，他还不知道，对吧？没想到女儿生日是妈妈得到这么棒的礼物。因为那一天是我太太送我人生最棒的礼物。一场残酷的意外夺走他心爱的一切。对不起，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幸亏还没死，请把我的青春还给我。妻子的无情背叛，万念俱灰的他该如何面对支离破碎的人生？完美邻居，2月25号晚间9点即将上映。